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咱们要继续学习英文字母 I 到 Q 的各种英文说法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那咱们马上开始吧。J. K.L. M.N O P Q 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学习了英文字母从 I 到 Q的各种说法，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咱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